主料，鲫鱼一条，辅料油、盐、姜片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鲫鱼洗净，然后把鲫鱼上块一块一块的，这样一入味。锅中放油，把鲫鱼放进去慢慢煎，一片煎至金黄后翻另一面煎，放点姜片煎一下，然后再放水煮，慢慢的煮，水开了以后加盐，直到水汤煮成乳白色后就可以盛出来了，汤很鲜美的。烹饪技巧，煎鲫鱼是用小火慢慢煎哦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